迄广告桥架，眼前使用，拍腹地突，不识人情，此事回他，希望小恨。非常吧，几周年啊，贴公告，也是我慢性贴不从啦。九个九九十，总母作用啦、啊，总母作用表现出来的唔系整个，所以不是假。哦，譬如我用人总母作用念人三相。哦，先要少要少行个样诶，啊，可能原来种人干 P P 干线规规矩矩，年月照咧糊里糊涂乱来一套，家呢就是九家总母作用，也是下面的一种。眼前使用眼，也是读眼字，眼前，也仍然是指九傲，九傲啊。因为佢做人去骄傲啊，总无作用表达出来嘅，都是佢非常嘅阴性。吃用啊，就是阴性，唔系讲话从个开柴吃家用哦。现在一般柴话吃家用啊，就写吃用，吃家用。但你下回香港嘅吃用啊，就是人啊，去其阴性。爱自家上爱阿娘，爱超爱阿娘，爱莫管伊错唔错，反正爱超爱阿娘，搿就是自用。明明你阿娘嘅做法唔好，可是佢主观太强，故意阴险自用，爱超爱阿娘，啊，非阿娘做不可，硬性规定，啊，搿就是为是自用啊。亚中人做事情。因为佢有喜欢九十家长，念人众都听我样嘅，或者是多佢有所作为嘅时间，阴心啊，个息事宁人，做某个东西哈，佢喺度有地位啦，哦，佢爱管理啦，佢爱良妥啦，啊，该下子加个披空缝也贴皮胎，个盘照人，三角形入个窗框人。这样的情形呢、啊、就是属于你爱国的人物啊，公告九家眼前使用，本来钱呢、啊、你要试试去摆脚啊，摆脚他俩为眼前呢是自己的做法嘛，都没叫鬼听来总无作用，摆出个架势看起来可怕啊，所以不是眼前使用。拍腹地突，一个拍腹啊，就是网炮。一个人做人啊，非常的网炮，就讲到拍腹啊，地突就是触闹人、妨碍人，你非常的网炮，处处都爱伤害人，所以不是地突。不过呢，地是唔错，长一笔，长了一笔冇重要。现在书本上啊，下面讲。该读字，该变成读字。个字的意思，那个底是某重要。现在我用第二张床，我第二张床，第二是底，底就是反抗，抵抗，反抗，读底。该读字，唔系底。也为运动时用下部有一手吧，也从个下方哦，将个底突。他两杂事啊，往往都会。搞查了，尤其厉害的人呐、啊，往往是某些注意那个一点一撇，啊，也甚至是那个随便乱办。现在年轻人写诗，他本来有五九块，还看不准，啊，有到去难时，去写诗啊，莫叫鬼听了。比方说那个监视，监视本来就按那个哟，可是现在好像几个监视按一下，你还要比他去。本来是弯弯的金条嘞，来呀、啊，吃吃难食啊！哦、嗯，现在人下次莫叫规矩了，
跟没跟事啦，跟用来见的见定的，没见。可是彼此帮创搞出来了，一直搞创创啊呢。其实，查了一笔啦，诗意就冇重要。所以中国的这种的方块诗哦，都有规矩，不能随便乱办。爱玩就创啊，就爱玩就创，应当玩的就爱玩啊。所以先头你冇注意了个。写诗王八个诗篇版类版记，个诗篇版类版记下把都办错了，比如讲言字公务员的言，公务员的言嘛，当不要口字还会是笔试哦，个口字必听到说当不当不言，口字错当不还会笔试，笔试个笔试，按理上会言，如果你把个口拿来办作旁边来，个就没言了。 佢变成反派嘅派字啦，所以中国史啲系你嘅思想嗬，唔可以乱办。你是老叶是可能去想法，一不小心写错了，意思也相反。所以一个拍副地图嘅地，事实下面应当有一笔。但现在一般啦，对两个事都冇去注意啦，往往啊发生错误，就个恶神地嘅个地气也系情况重要。 拍副地图，两个人啊，做人千万万，先讲炮哦，先去讲作啊，冇本事一个随顺嘅情况，都是非常讲炮缓慢，冇乜嘅人情好讲啊，多加下其实可以随着个心意上一样嘅重要嘅啦，就不是人情，冇认识讲呢个事件嘅人情世故啊，冇去分别过下。 莫去研究这个情况，所以如果是福地研究青铜，他唔啲人情事务，也会做到世间人嘅忌笑啊。就是讲嘛，人情事务都唔啲啊，要么能够修好佛法，也就是讲人都冇做好啊，要么做佛，所以一种人又顽抛啊，又容易反抗，某个东西都容易出闹人。 地出地脱啊，就是去出闹人、妨碍人、出闹人啊。妨碍出闹人，一片人也没去妨炮。其实无论你三七二十一，反正第二十你烦恼你，就是你烦恼。亚中人啊，冇乜个人情好讲，所以不是人情，分辨唔出人情事物。唔止讲话，我哋做人应当用我嘅做法，主观太重，冇客观。 所以啊，就会事事回答，希望协和，此事挨张错，挨就对，事就错，挨张错，骗人都唔错，吓骗人，你俩都统统唔错，就挨张错，此事回答。从前有个人批评人，讲嘅做基督嘅人，因为讲话都是唔系一正确嘅啦，所以佢就。 对几个两字请假这个讲很法，啊，佮某面都加请假，迄条同个个，迄几桶，对吧？唔点样办讲法讲来讲一个，十个几桶叫个上，十个几桶是叫个上，佮快咧加请假，正好是做几桶，仲迄请假真唔坏，好的，十个几桶叫个上，佮十个都快咧，啊，十个几桶叫个上，就迄请假真唔坏。 那你出国了嘛？哦，所以刚刚加请假，天气发糖都冇做糖去了，个天气计划老热冇跑讲啦，也跟人进入技巧，也跟人学做法是做的，所以亚中的看法就讲，哎，爱就对，骗人都唔对啊。家里讲人家讲法冇看对方，下巴也会发生这种的错误啊。明明是对方的认真是输给人家，一拖个人，那你讲出来，真好是影响到对方，讲见也亲人。 啊，那修法讲啊，一句话三十六国，各国相应。佮讲法无形无相，但是佮法义上有各样的文爱人，而且三十六十国头，各国都文爱人。下面一样一句话讲出来，唔地就得吹到人嘞，唔地就得吹到人嘞。我讲见四十年来吼，有两种情况，我非常感觉到，真后悔啊！其中啊。 得罪个像太阳人嘅人，只是讲到个意思我问
就分别讲话，有意思我六种神气味啊，张开佛手盖，很忙啊，就唔系，比当时间人嘅太阳见、太阳见，哦，太阳明明做光火，哦，太阳见，啊，也有呢个东西啊，唔可以开头啊，都冇意思我问，啊，太阳菩萨从东来，是从天用叫从开，枪一从打唔开，发生呢种情形，啊，你话讲阿弥陀佛，冇一种讲出来，哦，个唐宗底部就有一个人专门向太阳见来咧，专门向太阳见，真好讲多句，啊，叫坐在面前哦，我做见看眼眼又冇注意，罢了，听话冇唔会来咧，啊，后来唔好看啦，做埋两年冇来啊，还发生惨不讲句。乃无自命啊！叫地球上太阳见啊！亚藏人从此以后唔会两个见面。见五分因为讲爱有心讲见，实在讲啥无义啊，谈啥意义，爱完全无心，也是第一种。也是爱二十九岁讲见的时候得罪个人，一次都见不人，想起来都非常难过。爱本来讲见了突然结果啥，把这张人踢出去了啊！从此以后啊，实在也唔会见爱，爱讲得再好见唔会谈。啊，也是一种。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逛街，逛到街上问题，唔定样办，就因为讲到那个吃猪肉个事情。哦，个吃猪肉你山药太重啊，哦，又样样又讲那个饭，有点说到个吃猪肉呢。莫名多讲，我个唐人个地步，就有一个真正是吃猪肉个人，做屠宰场个人，每年都来唐人，就个人真好讲多句，几有误会啦。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来谈了，谈了好几年的人，就这一句话，从此以后就老来撒悠那了，啊，以前跟我讲再见呢，以后没见了，一直都跟我也不见了，我就讲近四十年来得罪了两个人，一直都跟我也都挺后悔，讲不到讲近实在困难，啊，没一种啊，就讲多人。啊，超像嘅变种法是个能力更强，当当系个前提，自然重要。啊，每一种跌出人，跌出到以后啊，其中太误会。啊，你咪讲人有意讲嘅，所以说法非常不容易。他不能顾虑太多，顾虑太多，佢就唔是讲啦。说什么讲啊？谈嘅人也唔疑心太重，唔讲啊，都都讲到挨哦，何有得佢讲挨嗬？嗯，挨跌出到唔少讲挨嗬，不应该有呢种念头。今天我有点从念头，当然时不时都有个机会好找麻烦了哦。所以过于自私啊，碰见就全错，还是全错，两个观念啊，不应该有。毕竟呢，有客观的态度啊，来观察当时的情况，到底哎呀个做法对不对？如果唔错，有缺点，应当是修改再错，莫细致。哎，是过于只听气感的看法，该就是次世回谈。怎么个东西不安尼呢？希望修行，修行啊，这两种在是原本的意思，就是求理不止，求理也莫停止，越多越好啊，该就是修行。平常人讲修行，啊，莫想多不得多几啊，讲到修行啊。哎，莫打算会得到，比如哎哟，哎考试哎唔敢想会考得上哦。啊，某一种哎，本来考上咧，侥幸哦，要不有按你个看法？不过侥幸两者是本来在文字上的本意啊，就是讲求理不止，只求理也莫停止个心，一度一好个心情，为是侥幸。其两种个做法嘛，一切是贪便宜，贪容易。唔是行正路，所以是希望侥幸。家庭有按你个做法，按你个作风，往往也会发生错误，所以免不了也会错到出样。于是等出于今日忏悔，上面所讲个，像你个功过纠结，一出到希望侥幸，等于其他冇讲多个。也得如果有错到个出样，现在已经啦，都向释放三宝，就会忏悔。佛念财无忧，不念不痴，徒欲苦酒，岂狂痴法？佛讲话，你都有钱和权，有财和德的时间，完全无谦让的心。哦，讲到有钱和拿，这就是抢在前面，念财无忧。啊，
样强样的意思，强气的意思啊。比如平常人啊，有礼貌的人啊，人送钱，伊都会讲啊，啊，佮唔是呐，你说个哎呦，我请贪财哦，哦，虽然是应该的个，佮还是表示有个强样的佮你个土地观念啊。也比较个路边的人啊，有两个土地观念的人，佮穷人应当拿个钱。比如我做工啊，或者卖东西啊，去得多钱？伊话啊，搿唔是呐，或者讲唔是很多呐，实际上是需要啦，但是客气话，也客气一番哦。既然双手就接过来咧，哦，今日请谈财哦，安尼就表示讲话，一个强样嘅心情啊，人谈到话要先欢喜先。可是家庭讲看到有钱在后头就抢菜钱，完全无强样嘅心。啊，你人家不看到讲你啊，你俩张人啊，都是唯利是图，不量不吃，非常做人啊，无量无吃啊，随便乱来，也个容易明白，不必谁讲啊。土肉苦酒，屠宰众神的身份，比如讲啊，吃猪肉、杀鸡鸭啊，来吃几个肉啊，苦酒就是买酒卖酒啊。拿用酒来配合生肉搓碎酿，就是在酒肉方面，师兄所谓讲酒肉朋友啦。有酒有肉多兄弟，劫难何曾见一人？是见人就会安的。有茶有酒有肉，你用爱提亲多一代代啊，上市的穷下，等多一旦有劫难呢，也都该真是好兄弟啦，没人很多见你啦。家下嘅情人就世间上啊，无人前面嘅人啊，好杀神饮酒是肉，欺狂吃饭，欺骗人，狂也是骗，欺骗人，欺负人，欺骗人的狂妄啊，谋杀吃饭，用种种嘅方法来诈骗，来用安尼嘅方式来维持生饭，欺狂吃饭，比如世间上啊，专门做诈骗嘅人啊，骗人嘅钱嘅啦。非者是像金刚党之类啦，其实用种种的手段方法来赚人的钱，来维持生活，但是两都唔系正确，不应该用嘅。非存业实力，皆是卖人，气急坚决，贪求无厌。里头你睇下，可能比我哋的更多，存业实力。所谓讲高利贷啦，有钱啦就会变利息啦，鸟气阿会啦，哦，搿一套啊，哦，有世间人都喜欢搿一套，利用阿里个机会收钱，啊，高利贷啊，拿出去个本钱，嫁拨人，望你去贷个利息的，息就是变出个钱，省利息。啊，希望你个利息要清过哦，三分利五分利啊，你要托高利贷多多也好啊，希望讲嘛清过个一个利息。不过下排你想加利啊，几爱伢头，结果连头并肩被不记拿去啊。比如像那个老鼠副业啊，等到佮副业钱收球嘞啊，一多做下去啊，钱快进外国嘞。啊，又唔成啦！你都按你个情形，你想哎多得一点利嘛？结果连条病人不给拿去了，所以该就是有没有谈啦？家庭你冇谈错，冇那个事情。以前有的人呐，价钱本人该非常给切哦，用把个切法呢，计时买人，算你计算时间的啦。哦，比如我一个月去多利钱。哦，一个月三分利，哦，三分利的钱，一个月吧，借几多钱，应当是一年就有几多个利钱。那佮借本人的呢，家庭讲相差，比如讲超过个一两年，那银行比较他可能开个银行马虎个银行，哎呦，个超过个三两年有嘛上款呢，就无所谓啦，算就一个月个月就好啦。比如讲，借三万元，三万元是应当几多利钱？他呢超过三五年才拿多少来办？那几笔天儿同算你的哦，跟超过三亿咯，一年几多钱咯？该说加几多？甚至上过超过三亿又加几多点钟？
两个几多点钟杀算哦，这就是计时卖人啊，计算时间，你同来加一个钱有几多时间啊？来，就一日一日把你啊个钱加本你充，卖本你充样的利息，你要算准吧，一日都不能欠上。按个星期哦，嘿，少一日啊，比如讲哦，加三个月，他挨住两个月，共28日就拿完去，该有拿三个月的哟。跟你讲，哪两个月有个28日的扣两日总得了。干你为什么找？干你下个班不是来的啊？下个班就下做掉啦。也就是讲嘛，几你哪里是万几哈？前半夜时间，一个提早两日，照样一拿就拿就一分的钱啊。那你没拿就，自己就会欠啦啊，又无本难扣。他你去超过三两日，自己就要增加。哦，超过两日咯，两日的利息加三日咯，三日的利息，甚至加几多点钟才算落去？养出多少那个经验？亚中人七级减缺七十，我钱啦，一度一步啦，七十千多钱去了，节度损啊，把个钱度损去了，节去了，千多一度一步。而亚个人呢，严令去严令缺破啊，去减缺亚个缺失啊，就是缺口的意思啦。缺你也就缺本来个地步就寸是本事系量多量来多，旁边量来多有多诶，个就是缺口啊，缺口的意思。不过用寸是个缺也可以同用啦啊，一个缺减令有一缺口人啊，个就是讲话，既系同人买东西就非常的减算缺。啊，缺其减缺，就是讲吧，家庭讲吧，超过意思咧，佢冇分超过，一天都照规天，照规天还要减，啊，所以七家来扣减价，哦，比如讲两样东西啊，佢买人话，2500二，哦，喺2500嘛，跟住其实你讲话啊，2500才买得咯，啊，本来就是，比如讲，非常2500，非常2600，啊，同减到2500，咁你就搞到20万呢？啊，而买嘅人啊，如果是一个缺其减缺嘅人，如果啊，买个2500啊，2500，啊，扯头算啦，用下你个方式，佢就是按自己按心嚟减，冇看你做得做唔得，反正啊就要减好了，啊。呀，就是缺其减损，缺其减令，又缺其为啊，也缺口人的啊一个啊工钱等等，用下那个方式非常会算啊。亚中人的做法呢，是在过于减损啊，因为过于减损呐，一般人看到如果出价，哦，亚个人无来中下，因为几多是亚中按缺个人。所以你们看到几多个奇葩？你那种人要听谈，谈求无恙。如果佮求讲，因为多多一好，所以叫一个利胎，一个嘅价钱，一个嘅利息，佮一爱啊，转喜欢你一套。所以呀，就是对世间嘅财力嘅财富啊，过度嘅贪取，佮莫名多呀嘅东西啊，世间嘅金钱啊。只是传输不家用的多了屁孔风停止了啊，西太鬼人无上来的时间啊，一个钱都带不起，神不带来，事不带去，来的时间空空摸一条沙线空数来，来时空数几十米啊，西个时间福利幅度也是空数去，万般拿不起，唯有逆水神，何必按你减缺，何必按你贪错做秀才奴？每日就算个哦，还有几多钱哦？想算个钱啊？无一面讲话神系师太啊，无一面讲话，你啊只是你按菜时间呐，就加你用。等到你个木足一无，披风风一停，呀个统统唔系你个，无一方带得起，何必按你过度贪错呢？两个贪求无厌嘛，对自家只有损失，唔抵讲世间嘅财宝啊，唔加有福。
宋人公羊不惭不愧，也是出家人。出家人宋人公羊，啊、哦，也是个参加几次西施公羊的呼唤，啊、以认为讲爱党人，爱是出家人啊，出世神父啊，党人的宋人的公羊啊，何无惭愧心？不惭不愧啊，就是莫惭愧心，请地府接受人公羊。莫明明讲啊，自家有戒德啊，无戒德；有修行啊，无修行。请地府接受人公羊。现在往往也不养成这个人物啊，有所有的人公羊呢啊，马开头五十同啊，甚至讲话啊，跟爱应当说受人公羊。佮唔知讲，你忙有真过以前，忙去出过石头人以前。统统按照负债收用，都是负债收用，按照吃应用。哎、该数年的中央将来都喊得有万事足的，别听到中国最大喊都挣超过以上，该将可以收用，所以俄罗汉按照应用，该就应当接受人中央的了。万有挣俄罗汉过以前都不敢存应用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所以唔好无惭愧心，众人接受人重用，我记得讲话啊，乃是乞人用，是负债受用，我有惭愧心。非无戒的狂纳心思，或者是根本是无那个自己的功德，也无修行，糊里糊涂过人啊，狂过人，啊来接纳心思的重用。自家无修，糊涂过人，有了接纳心思的重要，那当然将来都有啊，有万事做啦，那没很简单啦。所以，平常有一句话讲话，心思一两米，重于十米山，啊，要犯不了错啊，皮毛太过犯。那唔理那个道理啊，空空过人，无修行，结果接受心思将来犯过，那都是一种个非常划不来的事情。以是等所以谨慎忏悔。以上所讲，如果有错多的罪孽，啊，现在一一向佛求而忏悔。佛垂大怒气，其事同理，不问其何，不问寒处，佛发出求量，突切行路。如果是过贵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家庭上有奴婢有佣人。啊，发垂发大，该就是其实用人呐、啊，无所不知啊，唔系用好好的牵头去用打骂啊，是己痛苦。其实同理啊，其实可敌啦，就是司令的做嘛个做嘛个哦，司令那个用人同啊同破，比如从前所讲的假同啊同破利。你看，你是平常是用在公务员管理啊，比如做贪官的贪官污吏，也是这样子。你看，你是在平常是只做官员，做官员成立有文书成立，专门做文书的工作的人也成为吏啊。比如古代的司衙啊，所谓讲多笔吏啊，这都是指俩吏。不过现在的俩吏是呢，只用人。没是普通的公务员，啊，只用人就是统破，少该成为统，壮该成为利，他多些个壮该统破假统的落假统，该就是成为利啊。不过有的参本呢，也写作统破，啊，有的参本写统破，也是根据明朝的场景。明朝的白片的场景啊，白场啊就写作铜破。现在你也是根据南场，明朝的南片的场景，南场啊写作铜利，所以铜利就会铜破，就是假铜的用人。那你使用用人的时间哈、哦，做准牛准马事，莫去体谅的，不问其何，妒忌莫犯不义失，最好莫查不义失啊。所以比如说像工人啊，那你就非常的缺乏莫去来去照顾他啊，多给莫犯事啊，多还莫查事。本问寒处，热天处就是热天啊，热天清热也莫过热热，寒天清寒
也无讲遗憾，憾到东多办事，也无讲哎呦，我按下，我拿条三米砖，我放出去。一天清日，佮也无讲啊，是当主的时间了，我必休息，多那下将来上班了就工作。从前江中人啊，常人产错，常人产差错啊，产错。佮其产错的时间了，其亲都发火讲，就算要做去做去产错，管做管量哦。他做下了，他做下了，做些天满光就上山了，就参错。诸位呢，都挡住他们都青烟了。我跟日头一拉了，太阳一晒，赶住赶错事，太阳暗了，赶紧参了参了，被晒晒被死啊呢。其无想到错古人晒死了，人也会晒死。赶住就赶错事。干做就干了，暗也了，所以当主头莫温休息，佮就有咩关键，哪里参参参，哪里一条暗啦，一晒错就晒死啦，所以干主就干错事，干做就干了，所以结果呢，早晨到天晚光一出门就做到团务，那么中间的时候呢，当主啊吃饭，翻到开到那个工作的时候才是吃了饱，干主干错事也是莫休息，继续工作，该就是莫问寒处。那该寒热的时间，按一天、初天也是按来洗澡。从前人都是非常辛苦啊，这种情况极其普遍了、现在是比较慢慢也已经感受了。但是农作家人啊，往往还有勤努力、勤做的，还有按那个情形。非法插桥梁、插厝、厝基啦，非常错到村人嘛，把个人好个桥梁啊、桥梁来去。同人打败桥梁，粗铁桥梁，磨壁上修啊，磨不人行，按来破坏桥梁，土切行路行路啊，土堵切啊，石铁啊，本来行的个都人行的，唔本人行，那来回铁，那来石铁，比如讲哦，这条路挨埋落咧，也是挨个地方挨唔本行，啊都石铁嘅啊，土切行路本来也不应该有，人行的路应当一条本人行，那来土切铁唔本人行，石铁，该就是也是过失。于是等出于金石忏悔，像两个罪恶，现在一日都要向佛求而忏悔。非放逸次之，无忌散乱；非在过度的荒唐中间，因以无忌三心之一，三心恶心无忌心。既然没做善事，也没做恶事，他是无忌啊！你系从无忌的心情散乱心去做种种的事，比如讲话下棋啦。杂气的，佮虽然也唔系善，也唔系恶，但是无忌啊，无善恶可忌。不过呢，善乱是事情善乱，所以讲俗朴为忌。俗朴，赌博嘅重要，行棋嘅赌博都是包在内。非赌博非行棋嘅，就按照俗朴包含在内。为忌专指杂气嘅，比如我行象棋等等啊，行跳棋。行棋虽然不善不恶，它不过是无忌啊，是心散乱啊，浪费时间。纯非钝器，钝气息一代纯就多年啊，多年穷下气息足一代在讲闲话，浪费时间过年啊。饮酒生肉，非在气息穷一代，就叫饮酒生肉啊。饮是酒肉，就是饮酒生肉啊。饮是饮酒，食是生肉，错种种罪孽。见相有见，互相有个见撇，见啊，比如人一出门咧，就叫见撇，有样不安的意思。必是互相见撇，就是有样不安，或是见相有见。无气谈话，论说天下，唔讲正当的事情，专门讲个无利益嘅谈话啊，论说天下事件是穷人见衰啊。空上天日，一年多安，一次多一年结束，紧结束，一年的时间结束都已算满。出来浪费光阴的讲闲话，空上天日啊，空上天日，上是上身啊，按好个时日，不要去空空过去，就是浪费好光阴的意思。初中后也三兄不休，按照维高金讲啊。你石头当然要修行，要用功。俺不是出家后呀，也要修行。中也还在上进，也是修习。众人中也要修习，出家后呀也要修行。所以早晨就做啊，
从古以来，一般佛师他是三点半、四点就放起来做和尚，现在人慢慢是进来进住啦，有头等到天光上起来啊，和尚做了一宿，这就是休养不少啦。初中休养运动而初上脱相，要好好修行啊。那么三相不少，浪费好光阴，海太难脱啊，也该脱离容易明白啦，海太难脱，糊涂光阴。是我懂你，或者是好睡，我就睡我。因为多按睡眠的时间太多，像一个西施白菜床上同样，所以不是是我懂你。是指的是身体啊，睡在床上由于西施白菜的为重要，唔肯对吧？努力前进，强调睡梦。二六念处心不静的六念念佛、念法、念色、念事、念界。念天，念天非常生命，念无上太深，只念体逆天，只诸法离体。对于这个六念处啊，无何去好好去观想修行，心不静的，无心去经营了的，就是无修了啊，唔肯修这个六念。见他生死骗成七度，看到别人做到好好，还有修行，还修身，那又生七度心啊，又不耐他用，心怀惨痛，脾气烦恼。所以心中所怀的就是非常的惨痛，就惨怨呐，啊，极其痛惨怨的心情，啊，又是有两种的恶念呢，脾气烦恼，身体啊，种种的烦恼，错种种罪业，这是诸恶门风，摧摧心火，伤意之业，带有比喻呢，一下种种的恶念，啊。吸门的风中央，心态的风中央，像做风采，像龙卷风，一出出来的粗粗的心火，心就是愁啊，愁火紧出，比粗粗一样啊，风紧出，吹一就一摊，火就一满，所以像门风吹火中央，粗的吹一越来越多，伤意之人，一个火一本风一吹，越来越直升，烧得一满，没有休息。无有休息，无停止，这就是讲啊，错念越来越多了，无停了。三业弥散，一切气氛，成就于三业，有做到弥散的善事啊，功德啊，因为烦恼一起，所有的功德都被收抢了，一切气氛，氛就是焚烧，通通都被收掉了，所以是气氛，功德就收掉重要。三法基心呢，唯一三体，脱胎天用。三法都没做到，结果这个福德相亲呢，错落太深呀。唯一三体，一三体就是团善经，善经团体的魔善经，错落太深呀，吹了太天用、恶辟天用、无间天用啊。后面如果参这个包装方，如果天用，就由此吹了这个严重的天用苦恼。无有出去，一旦吹了无间天用，想而出那就难了。无有出去。师父今日知道喜上向是方三宝，皆是忏悔，因此自古今日自身见到啊，喜上上就是额头，额头，喜手拜到天来下，额头搭天来，安尼来五天头的礼拜，向是方三宝啊来求忏悔，上面所讲的一切罪孽，如果有错到的，统统皆是来求忏悔。向来所有一切众罪，要停，要从，要除，要舍，下面总结啊，讲上面向来所讲的一切所做的罪孽，跟业这个业障，无论是强的、重的、除的、舍的，要施造，要告他造，要随喜造，要以势力被判定造，或者自己所做的罪孽。或者教别人去操作的罪孽，或者看到别人操作孽，他心烦气急，随喜啊，不应当随喜的烦恼就来随喜，功德事业都没随喜。或者用势力来强迫别人去做，哦，你有个势力，别别人去同你做罪孽啊，所以讲以势力别别人做，势力别人来操罪孽，以身乃至赞叹行恶法障，像上面啊嘞啊。乃至除了使用种种的方式赞叹啊，喜欢人错罪孽做恶法，也都是罪孽。今日自身皆是忏悔，今日自身欠欠，如果过去是自己错的，或者教人错，乃至赞叹人错罪孽，
该所有的罪恶啊，现在一一把这个罪孽都向佛求而忏悔。也其主恶的忏悔都来为主讲听了，下面是总结上文反映的。念神是忏悔一切主恶所成功的，来反映神家上文所讲的忏悔的功德，希望一切的恶孽都能消灭。从此以后，有忏悔所成一个功德，希望生生世世啊，闻佛众号，谦卑软弱。从此以后，乃生生世世，无论身在哪个地方啊，每一生每一世，乃都要有慈悲心，有柔佛心，对国家为亲重，对主人为亲重，对父母、对师长为亲好，这慈佛众好，谦卑软弱，要有谦虚的心，对人啊，亲谦虚，唔会讲过我嘛。此间呢，因为谦虚啊，表现出亲下卑的情况，实际上啊，都是一个谦虚心。皮是哈啊，就是哈病人，而且因为谦虚的表现，像哈病人同样尊敬上病人安尼个心情啊。尤其有人呢，唔怕人嘅种种嘅啊诽谤辱骂，佢都能够忍受，就谦虚又软弱，体谅是次。做人呢、啊、有两次，体谅是次，所谓第二两次啊，或者思维，那佢一日呢都能照做。善意满心，看到人先发心，先满人，先打招呼啊！看到人就先打招呼啊！修良正觉，所操作的、所行的都是非常好的，良就是好，去正直，去准直。你做人呐、啊，有修养，去良好，去正直，去准直，唔会随便，唔会马虎，规规矩矩。清洁你要去去去清清凉洁净，有你去强养你。远离恶友，常以善人。对于恶友呢，常常远离；善人常常接近。初作那个善的因缘，是多错善业。属业六尘，属福三业。平常是对于自家的六根门头，念念必杀神意，常常能够属业，不知方就。不知错呀，束缚了个神求一三呀，唔会比错到失望呀。寒劳软苦，修行的时间唔怕劳苦，寒劳耐劳的意思，轻耐劳苦，唔会畏苦，能忍耐种种的苦境，一时苦啊，将来永久的快乐啊，就得解脱。所以呢，就能寒劳软苦，能耐劳，能忍苦，努力进修佛法。心不退步，你菩提子不负众生。佢哋啊，从真正修学佛法嘅心，唔会退失，唔会没落，就是讲话唔会退心，努力进修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佢都能够啊克服，唔会稳健嘅所在，能够努力进修，建立求证无上菩提嘅太子，你菩提子就是求神佛嘅志愿，我有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无上菩提佛果的资源，我决定要建立起来，希望将来接近神佛，我要度化众生，不会辜负众生帮助我，是我成就佛果的恩德，所以不负众生，负辜负啊，就是讲吧，众生就是我神佛的太阴人，我应当发心度众生。这样叫神佛，因此只顾爱对于众生啊，爱不辜负他，爱得要好好的度化他，感化他，是不负众生。也就反映了该文是完毕，下面是总结上文，反映完毕，有礼佛，反映以鬼命礼主佛。既然反映完毕呢，就鬼命礼礼拜以这个毗卢遮那佛等十尊佛六位菩萨，下面就是拜佛啊。南无毗卢遮那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龙种上尊王佛，南无龙次菜王佛，南无报身佛，南无各法天次菜王佛。
南无迦沙同佛，南无十字救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太师智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太庄严菩萨，南无观自在菩萨。也就是每一天忏悔完毕，都是要礼佛啊，一方面拜佛求忏悔，一方面感谢佛菩萨护持啊嘅加俾嘅恩德，啊得到这个修忏嘅功德，一忏一忏顺顺利利能够圆满成就。所以啊，每一忏忏悔完毕，就爱一个来礼佛、礼拜佛菩萨。也不忏就是先忏悔烦恼障，听一忏悔业障。到两位为止，忏悔业障嘅文字就讲睇。下面还有一忏个忏文呐，就是忏悔烦波障、烦恼障、业障两种忏悔后，后面的波障下文呐，就是忏悔波障